蜂蜜东东。哇，是喝信息。热可可，热可可，哇哇哇，真甜真甜，这个都知道。你有看到很酷炫的饮料吗？哎，有这个，这个到处都有。台湾有吗？哎 ，Pepsi， Pepsi， 终于有了。它还有两种口味，是三个3800，3800是多少？哎，三个就100块，一瓶就要30块。不是吧？啊？什么又不是？哦。看来你的社会是它是 Perk 耶，而且三瓶3800。什么叫它是 Perk？ 哦，我以为是 Blue and Black。到6月30号，这里还有细的、啊，哇，这个一瓶就要1500啊！细的比较贵啊，哎也这比较便宜。那个三瓶3800，这一瓶就1000。没有，那一瓶。一瓶要1900啊，不如你来喝这个。来韩国不是就是要喝酒，烧酒。但这个就不好喝。这个他们不是都是喝这种吗？对啊，可是我觉得不是很好喝。